大家好，我是一毫米足迹的田静，我现在在广东的虎门，我们去找一找有什么好吃的早点。你好，这附近哪有吃早点的地儿？往左走是吗？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左边就有，前面热气腾腾的，肯定是有饭吃。啊，石磨肠粉。还真的是，我看看，肉肠、蛋肠、香菇肠、肉蛋肠。这是肉蛋肠是吗？那我也要个肉蛋肠。都是在饭店吃肠粉，没有在这种街边小店吃过。几个漂亮的，这是肉蛋肠，会不会很烫呀？味道很清淡，辣椒不辣，还可以再放一点。这还有蒜瓣辣酱。这是香菇蛋，这个是肉蛋的。这个香菇味儿比较浓，这个有鲜肉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都挺好吃的。老板，给我再加个三合一。可以啊。香菇叉烧和蛋，基本量是有肉、有蛋、有香菇、有叉烧，还有猪肝。如果三合一的话，就这几样，随便选三样。换个方向，没吃着肉呢。叉烧好甜。我是不是太能吃了？光盘行动，吃得很干净。好了，去付款吧。到账。32元。我们三个人吃了四个粉、三碗豆浆，32块钱吃得很饱。走吧，可以去耍了。